板大家好，废旧电机的收货价格按照电机的出铜率来计算，今天给大家现场拆解一台 GO2 3000瓦4级的这种老式电机，按6000一吨收货过来，这一台花了283，咱们现场拆解一下，看看它的出铜率到底能达到多少。拆解完毕，咱们先来称一下这个铁的重量。行，3000一吨，132。132块钱铁，然后去下皮，再来称一下这个铜的重量。铜这两天还是一直有点上涨啊。然后起波线现在能收到56.9一公斤。156块钱的铜，这台老式电机拆出来不算人工，挣了5块钱，它的拆解价值也就能达到6000一吨，出铜率保持在6%啊！老板们收货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，关注风行五金，带您走进废品市场，了解各种废品的拆解价值。